上周五，维加斯丽都酒店赌场附近发生骇人枪案，两名加州女子被射杀，一名男子身负重伤。维加斯大都会警方称，上周五凌晨约1时18分，位于赌城大道的奇迹里购物城3楼停车场内，数名男子动手打架，被赌场保安当场劝止。随后，这两班人分别驾车离开，均往 Harmon 西向行驶，紧接着发生致命枪案。次日，警方逮捕了该案的一名嫌疑人，他是30岁的非洲裔男子，面临包括使用致命性武器谋杀他人等多项罪名指控。想收看更多维加斯华文短片，请浏览新闻网 lvcnn.com，谢谢。